大家好，这边是 Len， 今天要浅谈一下韩蝉鸣泣之时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曲名与动画同名，直接就叫做 Higurashi no Nakukoro ni， 翻译为韩蝉鸣泣之时，是旧版动画第一季的片头曲。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年的新版动画竟然也使用了十几年前的这首歌，相隔这么多年再听到，旧的粉丝真的会起鸡皮疙瘩。那么今天就来浅谈一下这首歌的两个重点段落吧。首先是歌曲的最开头，没错，就能够听到那句喊你妈妈来拿内衣。一般人可能只会认为这是为了配合作品悬疑惊悚的气氛才加了一段无意义的叫声，但随后就有日本网友发现，如果把这段歌词倒放的话，就会变成 Nigerarenai， 翻译成中文就是无法逃离，我逃不掉的意思。再来是第二个段落，这个部分也将其倒放的话，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最后是第二季解的 OP 奈落之花，让我们先听一下奈落之花 TV 版最后20秒的地方吧。那如果把这个部分也倒放回去的话，没错，明明都已经第二季了，你的妈妈还是得回去拿内衣。其实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些彩蛋的时候，多少有被惊艳到。这次新版动画从自转星座的操作也真的很神，如果在新版还能够再听到奈落之花，那我就满足了。好啦，这次影片差不多就这样啦，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